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。对。好，漂亮！他也完成了一个720的炫，这个技术难度，漂亮！他完成了一个快速后空翻及后肢体1008，好像非常完成的非常正确。这一串动作还能获得0.2的连击加分。后肢体720。完成非常好的一个转翻900及540及前肢360，是个 CC 相连的。好的，完成了非常漂亮的单腿立展1080度。最后我们看他的技术动作。好，哎呦，非常遗憾，这套完成非常好的垫子小翻360度炫，但是他后退了3步又出界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可以说程飞之前完成的动作，像后肢1080、团两周转720，都是所有运动员当中做的最规范的。但只是最后结束动作的时候出了一些失误。嗯，他的 A 分是最高的，他的 A 分能到6.6，要比因为他在资格赛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只做了个缺两周，但是这次呢他做了个炫空翻，是个一组连接。所以说他这个动作如果是6.6 A 分的话，他要比这个资格赛的 A 分就高0.2。那么刚才他在退的这个步，如果看能不能抵一下呢？抵不了，他一下子因为他又出界，出界0.1，完了下来又是，看，1、2、3步，那最起码就扣了少，起码0.3，而且他是这个比较大步的话，如果严的话，有的时候0.3都要扣下。A 分6.5 ，B 分8.875，总分15.075，现在排在第二位。现在排第一的是美国的。